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。是啊，继上一次母婴同事的挑战之后，今天我们直接回家实际演练，记录一下我们与恭喜相处的第一个24小时。就是没有后援，不像上次24小时一到，然后马上换人接手。现在无论如何，就是我们两个得 carry 这个宝宝。我的预期是，上次其实都已经做过那几个循环的动作，应该这件事情蛮熟练的。但是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与他过夜，还有洗澡，我们可能还有工作要做。对，真的融入我们生活的状态，就把我们的第一次记录下来，给大家看一下时间。现在时间11点42分，到明天的11点42分，这就是我们这次会做的周期记录。看下去。恭喜现在要喝第一餐了，我是有工作的土包，我已经准备好要来泡奶了。其实我有点紧张，这是我第一次，水已经煮好了。算一下，算一下，月子中心其实有教过怎么泡奶的，我也有学过，只是这次就是没有他们，只有自己就会特别的紧张。相信我，就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吧。我儿子都快饿死了，还没把奶给他备好。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，等等给乖狼看一下。你降温了吗？还没，先拿进来而已。他还没到吃饭时间，所以你泡120，100。你泡多少？100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泡对，应该有。你要不要来坐下来跟我讲一下你怎么泡的？来，你坐下来跟我讲一下，宝贝。刚刚就是先把水倒到100，加了一勺。半多一点点的奶粉在里面，先加水在里面，然后再加奶粉。对，一勺半多一点点，然后摇，这样。对，那你有看底部有没有？我看底部没有，你有倒过来看吗？直接倒过来看。怎么还有？那你等一下去冲冷水好不好？好，宝贝。小仔仔好像可以吃饭咯，那我们先帮他吃营养食品。那个维生素 D 帮我拿一下。那你要不要帮我喂他？现在都是护理师姨姨在喂的，一滴一滴，我没有经验。你可以，妈妈你可以，等我一下哦。哎，宝贝，你不是要吃奶奶了吗？困难的事情好多，宝贝，好难哦。来来，闭紧紧哎。帮我拿一个，抽一张小的。弟弟，不要浪费。来来来，我把下巴打开了。好的好的，好来，舌头上。可以吗？终于把维他命 D 给吃下去了。现在时间1点钟，再帮我抽一条预备好了。哎，宝贝，你没有要吃吗？你刚不是说你饿了？有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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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恭喜，好棒，好棒哦！哎，很捧场，狂吸耶！你喜欢兔宝妈妈泡的奶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换一个姿势，刚刚没想到 SOP 错误的地方。你现在要怎么样？你现在后面这个枕头放到我的后面，我后面这个大象放到它下面。那你先稍微立起来一点点。好，你需要这个？对对对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舒适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，第一次难免就是会有不足，但我们会越做越好。我就是一直想要给他一个舒适的环境喂奶，因为喂奶坐下来就要1个小时，你的身体会僵硬掉，所以我需要很舒适，然后宝宝又可以维持一个倾斜，不要完全平躺的。反正现在很 OK， 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这样我们很 OK， 那就好。首先呢，要先有一张舒适的椅子，这是狼自己挑选的椅子。这个椅子我故意挑那种合适椅，就是他未来可以爬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坐在这里看他爬。旁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，像我这种懒人就一定会准备这种区域。你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在旁边。一个是温奶器，因为这个宝宝呢，他只喝温热的奶。然后旁边还有湿纸巾，这是可以给宝宝用的湿纸巾。然后还有这个叫做纱布巾，有大有小的纱布巾。呼噜好大声啊！结果最爱的弟弟是你哦，他直接守护在旁边睡了，而且很放松，就是一直在翻肚啊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家里帮恭喜洗屁屁。我们家这个 setting 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喜欢有镜子，因为我都会拍起来看哪里没洗干净。太好了，可以就好。宝贝，妈妈很快了，你等一下，很快很快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快好了，我扣完扣子就好了。
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喂完奶，而且刚刚就是整理一下家园，因为我们一回家之后就一直在忙碌。2:35，喝奶喝了快1小时，我有习惯性泰格同时会让他稍微坐一下，因为我们家宝宝比较容易溢奶，如果让他坐个15分钟会比较好。坐了15分钟之后再帮他哄睡，接下来就靠监视器，然后我们就整理东西跟吃饭，吃一吃又要再进去看一下他。好累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蛮快乐的，可能是因为回家觉得挺好的。理解，但我觉得恭喜今天表现非常非常的好。他就是想睡了，整个就是没有在闹。而且我们家恭喜睡觉会熟睡，跟我一样，一倒他就倒下去。对，我们赶快吃饭吧，我们还很多事情要做。又到了我的泡奶时间，我老婆一直帮我找一些挑战，她这次给我了一个泡奶机，说明书放在你旁边了，我不是制，店员，确认一下那个温度跟墨数对不对？她只有写墨数，那我开始不管，我儿子快饿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拿起来盖起来，然后看一下几墨，有没有比120多一点点？有哎，因为加了奶粉的量。哦，你稍微底部翻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没泡开的。没有哎。5点了，我们第二 round 来了。来，宝贝，喝奶奶喽。你现在是不是在一厢情愿啊？你看他嘴巴，闭超紧。怎么办？恭喜宝贝。原本没有什么好记录，就是喂奶，但是刚发生一件新的事情，然后妈妈就是很喜欢跟大家分享。上一餐还喝100，这一餐就喝了120，泡奶机只能设120嘛，他全部喝完了，我觉得很厉害哎。我们家恭喜在拍嗝的时候表情大概都是这种翻白眼的路线。但你很努力要长大，好可爱哦。那时间8:20，然后我们9点又要喂。我们刚刚不是忙了一段吗？喂完他，把他安顿好之后，你去了一趟药局，然后我整理一下手边的东西。然后时间又要到了，原本想说订个晚餐，追个剧好了，然后看看时间。怎么又要喂了？欢迎来到育儿世界。等一下，重点是要洗澡了。他喝完奶的时候，他休息，我们赶快吃饭。我们吃完饭之后再看一下时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差不多他也要洗澡，就这样。好，洗澡的时间到了，这是今天也算是蛮大的挑战。来，宝贝，先洗脸。来，对呀，好棒哦！刷牙的时间到了哦。来，轻轻的，好棒哦！恭喜宝贝，好棒哦！来，对对对，好棒好棒啊！好啦，不要哭，妈妈崩溃。终于洗完澡了，棒！自己扶奶嘴，自己扶好，有自己扶好奶嘴，很棒。好不容易哄睡他了，中间1小时的时间要速洗澡，1点的时候还要再喂奶。现在是几点？现在12:29，我们只有半小时可以洗澡，两个人要洗完，加油！现在时间凌晨1点，喂完这一餐之后，我们两个人终于要去睡觉了，小睡一下下。首先要赶快来喂他了。太姐啊，你已经就定位了、啊，这么可爱。宝宝，你想当宝宝是不是啊，太极？好吧，你这么想要陪弟弟，那弟弟就过来吧。你们两个同框的画面也太可爱了吧！你就这么喜欢弟弟啊？我们先吃维他命 D 哦。啊，好棒哦！来。你赶快喝奶奶哦！好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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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！真的想到早上，有点累，根本没怎么睡啊。早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我们会帮恭喜补充维生素 D， 药师健生活400IU 维生素 D3， 药师跟儿科医师共同打造的。一滴就是400IU， 然后0.7元，大人小孩都可以使用。我一定要分享为什么大人可以使用，因为其实我之前健检的时候，我检查出来其他都很正常，然后唯一就是维生素 D 缺失严重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因为都没有晒太阳。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其实很少机会晒太阳，如果你都坐在办公室就点到点，所以就是很需要靠其他东西来加强补充这样子。使用方式呢，在月中的时候，婴儿室那边是说可以直接滴到恭喜的嘴巴。我原本还傻傻
傻想说他是不是要滴到奶瓶里，可是滴到奶瓶里就怕说黏在边边，然后没有吃进去，所以他觉得直接滴到嘴巴是最快的，所以那时候也有特别去学说，哦，就是这样打开这样滴。要饭前，因为要吃奶了，嘴巴比较容易会开开的，这样会比较好滴。他还特别说，你们两个也可以补充啊，那我们怎么补充？他说，其实现在懒人的方式就是打开一罐，一次喝半罐，因为这是脂溶性维生素，它会储存在身体里。你当然每天补充也可以，但是懒一点就是你就一次喝半罐，这样一个月份就补充完，让它储存在身体里面，需要的时候就拿，需要的时候就拿，给大家参考。我们就是很懒，小孩的话，我们是直接给恭喜滴嘴巴啦，饭菜饮食嘴馋一起吃就可以了。婴儿可以补充，大人可以补充。如果你自觉没有什么在晒太阳的话，一定要补充。老人家骨质疏松其实也都可以补充，就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运用。那如果你的宝宝比较大，已经开始在吃副食品的话，可以考虑再帮宝宝多补充益生菌的部分。这个益生菌呢，它有两种菌种，食用非常方便，你可以加在水里、副食品里面，或者是单吃，帮助宝宝的肠道蠕动。400IU 维生素 D3 跟这个益生菌呢，它有一个优惠组合，一滴一加一，这个组合一起买的话更划算。输入我们的专属折扣码 RW， 还有全馆九折优惠，那我们就一样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，大家可以拿去使用。你在打嗝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打嗝了。恭喜有一个特色是他喜欢自己打嗝，我会等他一下，让他自己打，然后再辅助他。还没有超过24个小时，你头套已经，但他还没有睡。我本想说哄睡的话就可以用一个完美24小时 ending， 就发现好像没有办法，那我就只好来先录个 ending， 再把他哄睡。反正我们是已经挑战超过24小时了，你有什么体悟吗？还是很怀念婴儿室。我觉得我非常多体悟，以至于我有非常多心得，可以之后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太仔细，再这样讲下去，这一集就拍不完了。能先秀给大家看，然后之后可能再做一些体悟的分享。但反正你已经快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这个宝宝要睡不睡就这样。好啦，那你觉得你有到达你的预期的表现吗？应该有吧。会觉得我有还不错吧？你不错啊，你很会喂奶了。对，你很棒。好敷衍呢，阿娜娜。好啦，看我们这么慌张，你们一定觉得很开心吧？今天影片就到这了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想要说拜拜。